我们到酒店了，哇，这个酒店很厉害呢，很漂亮，很高哦。再见，再白色我的。哎、欸，我最爱的洛琳。莲藕。等一下，大家看看财富，我真的学会了。解锁新技能呢，太棒了！现在要去看灯了，变紫色了，是我的灯。你拿只眼睛看，它是紫色，来帮我看，它是绿的。嗯，哇，这个很酷哦！我在官网有看到这个超酷，它是一个章鱼，然后你这样拍，你看哦，灯会变色。我是妞妞，我是妞爸，是妞妈。今天我们要去高雄，就要去参加这次高雄灯会2022年的。今天我们也有要来玩一日单色挑战啦。灯是不是五颜六色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抽一个颜色，然后我们要去找寻我们那个灯的颜色，等着它拍照，这样比较好玩。然后，但是今天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抽到的这个颜色有关哦。那我们来抽颜色。好，那我先来抽。抽哟，来看看我今天会是什么颜色呢？紫色的。妞妞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妞妞抽中了白色的。那妞爸呢？橙色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换好我们今天的颜色，换衣服去。噔噔，我们已经换好了。阿妮怎么没换？因为它是一个橘子，一个橘子。橘子对我来讲太小了，我是南瓜。我们就赶快前进吧， Go Go！ 我们到台北车站了，现在要去搭高铁。看我连口罩跟外套是紫色的呢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好了，你这样就不及格，不及格。好，那我们去坐高铁。阿嬷可以当纠察队，看到我们吃到不是自己的颜色，阿嬷就可以拿去吃掉。好。上车了，那我们就坐车出发去高雄。准备下车。先坐计程车去饭店 check in。我们到酒店了，哇，这个酒店很厉害呢，很漂亮，很高哦。现在的时间还非常的早，才1点多，那我们就先去素餐，走吧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全部的颜色都是一次进收啊！你看还有蓝色的饭呢，少这间店就对了，大家都可以满足到。所以我就要选全部都紫色的东西，我有点这个紫色的。我们看看妞妞，哇，好白哦！等一下，这个不是白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白的，你看它里面这不是白的，白色居多。颜料是白的吗？我看看，是白的。为什么这边是红色的呢？这个是白色，没有看错，它是白色的。你的红色那包给阿嬷，好喝，好喝啊！这个茶也不是啊，这个茶没收。牛爸的餐来了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。这种餐哦，是要搭配整体的。整体啊，整体。盖住。等一下，这盖住是哪一招啊？这是沙拉。我才故意选的橘色的酱，肉是紫色的，肉是紫色的，肉是紫色的。你们没盖完，肉是紫色的。谢谢谢谢。不合格吧？不合格。我的餐来了，紫色的油干是我的。哎，我把它拿在一起就变紫色，还是白的？但是好像还是白色的比较多。你要不要把它收走了？哎，没关系，你看我的酱都是紫色。把洛琳拿走。再见，再白色我的。哎，我最爱的洛琳。莲藕。等一下，那我们就先吃一下啦，待会见啊。白沫很好，没白耶。我脸会变白。你已经够白了，那全身白加上吃上白的食物，有没有清清大草原的感觉？没有。沙拉千万不要加坚果，真的会有草味，有清清大草原的味道。你刚才高铁站给我看到我的好吃的香蕉，不错。结果你觉得你现在变成一头牛了？我们吃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回饭店里面 check in， 然后介绍一下房间给大家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去饭店。好，走。哇，
们回来介绍一下我们房间给大家看看哦，待会见。阿妈跟妞妞摔跤，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806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漂亮哎，你看这个是厕所，饭店啊，用的很原始的设计，对对对，直直走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浴缸，而且是景观的浴缸，床是软的，床是软的，因为我要睡觉了，你也太开心了吧，这边有一个电视，它其实整个房间就是做一个环状，对，一个环状，这边有一个吧台耶，它这是个门可以隔开，整个打开采光非常的好，备品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小茶壶，抽屉里面是杯子、咖啡，哇，它的冰箱是厚的。然后1.8米就要收费的价格表，差不多啊，饭店都是收这个价钱。哎，这个很漂亮哎。那热水壶、洗手乳跟身体乳都有附。很漂亮的浴缸，而且是景观的浴缸。它质感真的弄得很棒。然后它有花洒，它整个室内算是蛮挑高，这边跟这边都可以有门关起来。这边的话就是隔离间附一个枕头，四件浴袍，然后这里有体重计。然后洗衣袋，它室内拖鞋是这种布的，里面呢都是用做圆形的，很有简约现代的感觉，然后又有一点人文气息。它这里的窗帘啊，全部都是电动的，自己在那边按就可以控制。这一层也跟着下来，电灯那都是用这个地方控制。最特别是这个，它是一个触碰萤幕的，逃生的防烟的那个头套。哦，感觉设备都蛮齐的，做的蛮完整的。休息一下，晚一点我们就要出门，前进灯会会场。都是要拍完美照的，为什么是的？我直接撕掉吧。这个是浴盐，然后这个是肥皂，对，这个是一个肥皂架，哎，好美哦！今晚上要不要在这里看夜景泡澡？我要在这里睡觉。我想要直接洗澡。明天我给你这个大鹈鹕小提灯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！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来教大家怎么获得这个大鹈鹕的小提灯。我们从 LINE 搜寻这里搜寻2022台湾灯会，然后你就会出现了台湾灯会在高雄这个。那进来就会有个灯会码，购买五星畅游码，我要购买，那它就会进入你的 LINE 码，相连之后进去立即购买。我是用信用卡付清，付款填入我的账号，确认付款，然后付款成功之后，我们再回到 LINE 里面点击启用。它使用之后确定启用就只有24小时的时间可以使用，那我们就确定启用了，然后他们就会出现一个灯会 QR 码，就是可以使用这个码。坐捷运、轻轨、公车没有限时次数的，渡轮是2次，高雄的 U-Bike 2.0也是不限次数，前30分钟是免费的，买一次这样99块，超划算的，很方便。然后你们想要换这个话，到会场的会有指定的地点更换你的大吉壶，而且它这次的设计还有这个提把，出去玩可以提，回到家它就会变成一个底座，让它站在上面。那我们就等妞妞组合好，看它变成什么样子吧。那这一次大吉壶的材质啊，表面是那种像塑胶膜包住，蛮坚固的。哦，完成了，很可爱耶。它这个是可以让它在家里当桌灯的时候，你知道放着。那你还可以把杯。那今天我们把灯关掉，这拿起来之后，再把它变成把手。它就是这样的提板。大吉大利。那妞妞再把这个装上去。热血给大家看一下。嗯。那先看起来像飞姐哎。对啊，小小的披风。好，我们就带他前进会场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搭捷运，其实还蛮近的。好，我们先要来扫这个进去，好方便哦。灯会在卫武营的6号出口。我们下来了，这一站是卫武营。我用快
U-Bike 可以来借哦。好，我用我的灯会吗？我们借到 U-Bike 了。结果妞妞不会骑脚踏车啊。阿妈现在在教妞妞，搞不好妞妞今天就可以解锁成就。那我顺便来教大家灯会码怎么来租 U-Bike， 复制 U-Bike 骑乘，跳到 U-Bike 的页面，你要先注册账号，骑乘券管理贴上，送出绑定成功，在这个时间内就可以借车了，就用这个去扫码。新技能呢，太棒了！现在要去看灯了。你今天要找什么颜色的灯呢？白色的，所以我今天要找紫色的灯。所以你今天要找的是橘子灯。橘色的灯，比赛一下，看谁可以找到最多灯。我已经找到白色灯，捷运的灯，超漂亮的耶！哦，白色了，白色，你赶快去拍照，白色了。这样算妞妞得一分，对不对？我找到了我的紫色的灯，太美了！哇，好漂亮哦，超美的。它是鸭子，它是白色的，是蓝色的。谢谢光临，拜拜。哇，你找到白色了，哇，很漂亮哎。它喷雾，然后就看起来像火焰感。哇，这很漂亮呢，很像浮世绘。上面有一艘船，变紫色了，是我的灯。你哪只眼睛看它是紫色？来帮我拍。它是绿的。我可以给大家看我拍到的美照。这是绿色。紫色。这个很酷哎，好不好？像一幅世界名画，会动的世界名画。等等，这个好像不是白色的哟。Hello， 你好像走错灯了哟。哇，我找到你的灯了。这是黄的，我觉得好像是白的呢。我们逛差不多了，牛爸没有收集到他的灯，零分呢。所以我们要选择下一站，哎呦。那我们再去收集更多的灯，走了。就在前面而已，借个 U-Bike， 你们觉得有距离的话，借 U-Bike 这样骑过去也是很方便的。妞妞刚学会，非常非常的想要骑。百合这边有一个这个很漂亮的白色，白色，赶快去拍哦。U-Bike 颜色，终于收集到了第一张它的橘色了。哇，紫色，紫色，我的紫色，紫色。哇，这个很酷哦！我在官网有看到这个超酷，它是一个章鱼，然后你这样拍，你看哦，灯会变色。橘色的，所以它要拍照。这个超酷的，没有白色，没有白色。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借 U-Bike， 哎，就像妞妞这样子，因为那边走过来有点距离，然后刚好借一个 U-Bike， 可以一边骑一边观赏这些灯，觉得很不错。前面有一个这个也是白色的，我们来拍个照。哦，妞妞收集到了，哇，这个也很酷哎。它虽然不是我们的颜色，可是我觉得会蛮酷的。它是以台湾的招牌来做这个设计的概念，可以上去哎。我很喜欢这一组灯哎，好美！你看，台湾之美，理发店楼梯它其实是白色的，所以你要过去拍照。上面那个紫色我要去拍，紫色的我找到了我的灯。现在找到一个很帅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学校的椅子，做成像一个鸟笼一样，超美的，而且超特别的。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，可能应该会害怕。它其实中间是有铁架的，所以很安全。超酷的地方，神奇的空间，我也蛮喜欢这个，蛮酷的。哇，很漂亮，它里面有海耶！哇，好美哦。哇，我们逛了一大圈呢，我们要还车了。前面有 U-Bike 的那个还点。好，我们还好车了。
我们已经回到饭店，然后我们已经把东西都买回来了。哎，你已经在吃了。我要检查一下，没有都白的，是都白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都白的，你看饺子白的、啊，饺子里面是咖啡色的，不是啊？哇，它、啊、这咖啡色的是谁的？中午的，阿妈的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咖啡色的、啊，橘色是同色系啊，没有啊，差那么远，你们看一下我的可怜，我早就预期到我没有办法吃了。所以我刚刚已经在便利店先买好的紫色东西，这样子我合格吧？我觉得妞爸淘汰，同意的加一，妞爸全部咖啡色，挑战失败。好啦，我宣布我失败了。好，你看你看失败了，他就是最后争取他自己想吃的，他自己宣布失败了。不过这一次来高雄看灯会真的很不错，很美，我觉得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玩看喽。然后它有一些互动的装置不错，像刚刚的大章鱼就是。嗯，好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哎，我刚刚没有拍到你头上有一只大鸡虎，大鸡虎，我好稳。